大家好，这个是我们 CCVA 新冠疫期这个研讨特别项目的第三期啊，两米外的世界第三期。我们请到的是香港 M 加美术馆西客资深策展人皮利博士。那么他很复杂啊，他之前在高校工作。做老师，然后也自己做过画廊，然后现在是到了 M 加美术馆，特别难得能够请到他，因为他从他的角度可以来谈疫情对于当代艺术的一些冲击或者讲一些影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他可以来帮我们一起来分析，一起来探讨这个当代艺术的当下和未来是怎么样的。皮利你好。杨教授好，好久不见了。你的头发挺长。啊，头发是这样，头发我可以检讨一下。我的理发师在上海。我在英国20多年，从来没有在英国剪过头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一直不能飞，而且即使在英国也没法剪，所有的理发店都关门，所以现在的发型是新冠发型啊，特别当下。我不知道这一期七期做完了之后，我能不能梳起辫子来，到时候再向您汇报。跟你一样，我也是很少在香港剪头，但是我发现我已经有6个月没有坐飞机了，所以迫不得已只能在香港找一个剪头发的人。经过了2个月的探索，现在是差不多了。我们理发店没有关。啊，理发店没有关啊，因为香港他做事都很小心啊，有一点台风就会拉警报，所以说现在我相信这个疫情的控制一定会很妥当。我讲到这个控制啊，就是又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我们当下目前碰到的这个情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啊。我知道这个美术馆都关门，你去查大英博物馆也好 ，Tate Modern 也好，然后白教堂 （Whitechapel） 这些所有的美术馆，感觉都统一了口径说。这个暂时关门，until further notice，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 further， how further is that further 啊？因为我们对于将来的这个重启这些美术馆，我们完全没有一个时间表。我们知道在英国7月4号开始陆续会开这个饭店和酒吧。但是没有美术馆或者理发店啊，所以说这个头发还会继续生长，艺术还是不能相见。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我们这边情况是，我们的理发店一直都开着，但我们的卡拉 OK 美容店被关掉了，那最近又全部都打开了。那么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说，我们5月份就重新再开放了。包括香港的很多机构，对于大家来说的话，你们都说是在说重开，那么重开之后可以给你一个想象，但是比如说香港艺术馆现在开开了，它是每一个小时限制人流，然后这一个小时比如说就进来200个人，200个人之后人全部走干净，半个小时做消毒清卫生间啊等等，然后第二波观众进来，所以美术馆就是卖这个分时段的票，这可能未来是个常态。你像日本，我们现在叫生美术馆，它也是这样的。那么这种重开肯定不会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重开。很多美术界的同行觉得，我们能够回到像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要看美术馆，应该是在3年4年以后了。那么这一个是包括新的公共措施的问题，同时也包括很多美术馆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很严厉的这种打击。那么你如果看到新闻的话 ，Metropolitan 就是大都会博物馆说，他们这个关掉这几个月，他们的损失是10亿美元，
就他们的这种损失，就这种从 income 啊到各种各样的，特别像这种大规模的美术馆，它要靠人员来，靠这种人流量来消费啊，到餐馆里面去吃东西啊，礼品店里面去买东西啊，这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美术馆是有门票的收入的，所以这个是很惨痛的。打断一下，就是你刚才讲到这个人流啊，分时段。你比如说进去200个人，这个200个人是要全，你说是要全部清场之后，后面才能进去，才能够进。这个200个人是根据美术馆的面积除以1.5的平方数，因为1.5是一个标准的数，所以把作品的数全刨掉之后，剩下的人可以活动的空间能放多少个1.5平方米，这就是美术馆的一个展厅里边的 capacity。所以这个人数算下来就很恐怖。以 MoMA 为例， MoMA 他们的计算就是说，他们可能平时的人数是500多万，如果他们9月份重开过后，他们的人数可能只有300万，就1/3到30%的观众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对于很多美术馆来说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包括你的收入都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你的餐厅呢，你的礼品商店呢，这都是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很惨痛的就是美术馆实际上从4月份开始就在 lay off 人，就在遣散各种各样的人，那么很多他有的是提前的退休，有的是直接就遣散，这个好像国内的美术馆很难想象这个事情。那么很多美术馆就是按照30%在遣返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新冠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全世界的博物馆可能有30%是没有办法再开门的，就它已经没有办法就破产了，这样的美术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行业还是一个蛮可怕的时候。那么我们 M Plus 是比较幸运，我们香港是受了两茬罪，一个是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抗议和示威，这个刚刚结束之后，1月份这个整个新冠就全部来了。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工期本来就延误了一下，所以我们就没有开。如果假设我们在那个时候开了，就很恐怖的，我们的人头数是现在的1倍，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么我们应该是在今年7月份能够拿到建筑许可，我们大概在9、10月份就搬进去了，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们就能够对外开放了。但那种开放已经和我们前几年想象的开幕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感觉你做这种很大规模的活动，你做一个双年展，你做一个博览会，那个mood，那个情绪都不对了。我们人类这么大一个瘟疫死了40多万人，到这一分钟为止，好像大家的这个情感和情绪都不适合做这种很大规模的这种庆祝的活动。所以对于美术馆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博览会，巴塞尔的整个博览会，我估计现在不知道迈阿密能不能开，香港和巴塞尔已经都 cancel 掉了。那么整个威尼斯延了有一年，整个拍卖公司全部变线上，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个整个艺术的生态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状况。威尼斯很奇怪，现在就变成偶数双年的时候才会有了，以前是那个基数的年份。这个我觉得可能有史以来除了战争没有过这么大的影响。前几天跟一个老朋友打了个电话，我们是忘年交，他之前是我们学院的院长，他早就退休了，他是70多快80了，当然他是高危人群，我碰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去问候他怎么样，另外问他这个最近在喝什么酒，因为他是我红酒的老师，我喝红酒一直是跟他学的。他是个吃货啊，我以为他会跟我说，哎呀，这个在家里很没意思，不能够去这个理发店，去这个餐厅，或者不能去享受佳肴等等。但是他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现在很没意思，他第一不能去 concert，第二不能去这个美术馆。我听了还是很感动啊，因为我知道他一直是那种喜欢做这方面的，参与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但是他这个是让他感到最苦恼的啊，而不是我像我这个整天愁着没地方理发啊。那么
我就在回应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当人流量被限制之后，其实当然美术馆它对于运营啊，对于资金的周转啊，对于它的客流量啊，它有它的担忧。其实对于民众来讲，可能香港跟英国跟大陆还不一样，就是民众的心情，他们有多少是期待美术馆尽快开门的，而不仅仅是肯德基。你要如果去看到目前香港这些重开的地方，不光是美术馆的，包括这些画廊，这人流都是在迅速的在上升的一个状况。那么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整个疫情期间，一个我们这个行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开始强迫你，逼迫你的很多项目要digitize， 就数码化，在线上化。所以美术馆现在都在探索新的，把整个教育项目挪到网络上面来，或者说美术馆做了，包括我现在老开玩笑说我感觉在电视台工作，这个在家工作，今天我至少被拉到单位去录了七八个这种 guided tour， 就是为了完全是为了数字平台上来看这个东西。所以各个美术馆都在很积极的发展它的数字平台的这个可能性。那么一刚开始第一波就是把以前的旧的数字的内容拿出来播，现在开始要制作新的数字内容。我想这个是个好事儿，就是我们开始重新在美术馆之外再延伸出一个新的一个数字平台。我们以前的数字平台都是美术馆的这些项目的一个 mirror， 就是一个镜像，是吧？现在它要在数字平台上逐渐开始一套新的展览模式和教育的模式，这个是很好。但是对于美术馆来说，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包括这种数字模式的 sustainability， 就是它的可持续发展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以前太习惯全部是免费的，那么美术馆以前是它有特别大的有 sponsorship， 有赞助商，当一个我的美术馆观众有五六百万的时候，优衣库就会来赞助我，有了这个赞助之后，我还有门票的收入，我还有餐厅的收入，礼品商店的 commercial 的 merchandise 这些收入。现在这个全部都没有了之后，数字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性在什么地方？所以未来我觉得很多数字平台可能都是要收费的，但这个收费对于美术馆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道德上的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习惯了它是一个美术馆是一个启蒙的一个平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数字化是带来两个，一个是我们数字平台目前来说有点 overwhelming， 我不知道你做了多少个网上直播，我是看了特别多，但这是我做的第一个。但你觉得特别大的量，很多内容你都看不完，而这些模式都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些新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它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让我们想到就是线上和线下展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美术馆都在有什么 virtual tour， 或者讲这个网上的讲座，这个请各种各样重要的人来这个解释这个艺术作品等等。那么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我觉得这种关系在当这个线下的完全撤除的时候，他们这种关系似乎就不成立了，不管是什么关系。对，我想我们传统我们谈到一个展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忘记了，就其实我们的传统的空间里面的展览是一次性的，就这个展览我们把它安装起来，然后有海报有网站，甚至有一些 installation view， 就安装之后的图片有一个画册，当这个展览被三个月四个月完了之后，这个展览是不可以被复原的，我们是不可以去想象它的，就是我们只能去想象它，不可能去重构它。包括最近也有一些很激烈的策展实验，要重构某些把展览史作为艺术史，是去重构一些展览的瞬间。但我们确实知道展览是一次性的，那么这种数字平台之后，展览它不再是一次性的。当然你可以说我到一天就把它关掉，但理论上来说它就永远复制在这个地方。我想这个一致性和这种可以被重复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给我们的策展的手法语言和观念上面会带来很多的一些挑战。那包括我们昨天聊过，就是比如说我们走到一个展厅里面去，我眼睛的余光，我面对作品 A 看到作品 B， 可能我的眼睛的余
余光看到作品 C， 这个余光看到的 感觉也是展览叙事的一部分，但这种东西在 virtual 在数字展览上可能是不存在的，对，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这样的仿真。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认同这两个的差异，但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觉得就是我们一方面数字平台和数字的观展体验会让我们尽量的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但另外一方面数字技术也会重塑我们的感觉，就像我们当年电影和摄影把我们的感唱片把我们的感官的感觉的方式都是重新塑造过，我们今天的感觉方式跟一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一个人没有见过电灯电影电视的人的感觉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数字这个方式它肯定也会重塑我们的看待展览的方式，重塑我们感觉事物的方式。你要看我们的小孩看下一代他就是这样的。但是总的说来我最近老是在想，好像在这个新冠再搞下去，我们就走到美术馆里边去，周围两米都没有人，单独面对一个作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像朝圣一样很殊胜的感觉。这个话可能更丧了，但是这个可能是就是我们强的身临其境看一个作品和在网上看一个作品的区别。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们下一期会找到这个张子康，也想听听张馆长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因为我也知道这个中央美院美术馆在做一些在做很多线上的一些活动和工作。那么在我看来哈，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对线上的展览有反感的。我觉得线上的展览，当线下展览没有的时候，线上的展览你再怎么做它都是不成立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要给人做一个美食啊，你说这个东西叫牛油果，牛油果你味道很鲜美，但是它的皮也很好看，这个皮上面有肌理啊，你做一个菜旁边还要放一点皮。同样比如说你做一条鱼上面有鱼鳞这个色彩斑斓，那个鱼鳞它造就了这个鱼的形状，当然这个鱼本身跟鱼鳞是有关系的，但是你现在突然跟我说没鱼吃了，就给你一点鱼鳞，那就没有办法这个果腹了。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在线上的一些活动或者讲一些观展方式，它只有在线下它存在的时候它才成立。当然我这个说法只有一个，只是提供了一个批评的角度，根本没有解决方法，我不知道这个将来会是怎么样。你刚才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眼睛的余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说撤掉了线下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用动的，就是我只要看着我的手机或者看着我的屏幕就好了，它没有一种身体经验在一个空间里面做运动。这个跟我们以前的策展方式，比如说设计展现啊，这个人的运动方式啊，这些原来的这些思考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完全都失去了效果。而这个网上的东西无非它更多的是视觉的和听觉的，它至少没有嗅觉，没有触觉，在这些这个有限的感知的这个情境下面，我觉得这个在如果仅仅是线上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跟你的态度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当然我跟你一样，就是我还是相信现场的感觉，但是我对网络的展览我还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如果看到整个当代艺术的话，从十九世纪以来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平权的一个过程，就很多不可能做艺术家的人成为了艺术家，不可以做艺术媒介的东西成为了艺术的媒介。我们想想摄影，我们想一想电视，我们想一想电影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和资本的发展，它造就了材料技术和媒介的很飞速的更新。所以那么按照这种当代艺术的美术盆这种很平权这种权利是平等的状况，从摄影、广播、电影、网络到未来的 VR和这种混合现实这些媒介，它不仅是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会塑造我们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当代艺术好玩有意思，就是因为艺术家永远是在这种媒体的平权的过程当中制造这种精细的精确的感觉差别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对策展是很挑战，但是它会确实会带来这种艺术上的更多的可能性，而我相信当代艺术它是有能够驾驭这些场域和媒介的可能的。嗯，我同意，这个也是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聊一下的，就是就出路是怎么样的，或者讲我们所对应的去迎合这种现状的一种 strategy 可以在哪里生长。那么另外一个你刚才讲到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我想到的就是你说你通过这个网络其实这些浏览哈，我觉得里边还缺失的一点是，比如说你去一个展览里边看作品，其实你不仅仅是看到的不仅仅是作品，还看到别人在看作品，或者讲是一种被观看的观看。就是就像我们以前读黑板报，大家都站在前面读黑板报，读到一个新闻，或者讲一个意识形态等等，我们会注意到周围的观众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感受方式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美术馆看展览观感里边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我会注意到别人是怎么样去读这个东西的。当然两米之外你可以很难体就会有一些距离上的差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全都撤换掉之后，你完全是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你可以在书桌前，可以在被窝里去看展览，而你没有跟别人共同去阅读的这种参与到这个群体当中去，你看不到别人读画或者他是怎么样去看这个八大山人的这个鱼的啊，他是怎么来解读这个鱼的眼睛的等等，就这些细节往往是在网上的阅读里边是彻底没有的，彻底蒸发掉的一种很可惜的一种现象。对，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这个东西，我还是很迷恋这种一次性的没有办法被复原的和很多人共处一个空间看展览的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如果我也相信这种数字的平台，数字的媒体会给美术馆带来一种新的革命。你如果仔细看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当代美术馆这个东西的话，它已经变得很奇怪了。就是当代美术馆这个东西，它已经是我们以前说大英博物馆 Metropolitan， 我们是在历史形成一个结论之后，我们把一个东西拿走，我们把旧的东西把它给它以一个文化地位，我们这里面就能够去研究它，甚至去方案去平反。那么自从人类有了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当然它不是一个展示旧的东西的地方，它是一个把新东西拿进来然后把它变旧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说美术馆是个实验室，美术馆是一个形成基本共识的地方。所以当代艺术在今天它确实又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美术馆今天你要看到美国的这一些美术馆，它都有点像一些圣物崇拜，就是我们去到教堂，我们去看一个有艺术家签名的东西，我们像去看圣人一样，这些艺术家是天才，他比一般人更多的感觉到了艺术的意志，他像去教堂里面去这种看一个去朝圣一样。我想这种当代这种万物平权和这种精英主义的这种朝圣的这种时代，已经把当代艺术变成一个拜物教。那么我想这种数字平台可以有可能把这一层东西把它暂时的往后面拉一下，制造一个新的一个更开放的一种可能性吧。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很积极的去想这个事的话，放弃掉你刚才谈的很消极的一面，我从积极的一面来想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可能。就美术馆当我们在网上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去尝试，我们是一个很平等的方式来去体会艺术的可能。嗯，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最近还在微信上写了一些很丧的话，现在反过来在劝我。我仅仅是怀旧而已了，我觉得在以前的这种里边好像一直不舍得割舍，当然也不至于会要割舍，只不过是在这种情境下面我们如何去捕捉到现在特别当下的一些思考。
那么其实你在写的那些很丧的话里边，我觉得特别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的是讲到如何清算当代艺术。是啊，如何清算当代艺术。我觉得今天写那篇文章，我觉得是当时读了这个名古行人的这个作为隐喻的建筑，他里面就谈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谈到，他说我一个资本它能够产生效果，就我们用这个资本去买了这个商品，然后把这个商品再卖出去，这个资本才是能产生利润的。所以这是一个资本的，这是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古典经济学说我把这商品卖出去之后，我就是获得同样的价格我就可以，他觉得是有利润的。当资本不能够产生利润的时候，就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永远是一堆货物或是一堆钱。所以但是这个资本要不断的产生利润，不断的它不断的就要去买东西，然后赚了钱再买东西，它不断的就涨了。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就谈到，就是但资本主义呢的资本它跟这种 古典时代很不一样，就是它资本逐渐发展出了一种信用制度，就是说我是假设这个东西我将来是能卖出去的，所以我提前把这个资本拿出去去做另外的，跟我们一个人的信用卡是一样，我假设我这个月是不可以被美术馆给遣散的，我假设我7月1号是个能够拿到我工资的，所以我在7月15号可以还我的那个的账单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名古先生说的。那么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在建立在一套这样的系统上面的。那么来看我们的文化机构，它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现代美术馆、当代美术馆这样一个概念，这些美术馆建立的核心都是我们对未来是可期的，我们永远相信未来比今天好。实际上我们人类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的历史不断在往上面走，我们整个当代美术馆、现代美术馆的核心都是建立在我们要通过这一些美术馆，通过这一些项目抓住找着那一些能够感觉到就像艺术里面的先知 先觉这样的人，我们的双年展、我们的拍卖也全部是这样的。但这些人的他是否是先知先觉，他能为我们的今天能提供多大的价值，这个从来没有被清算过，从来没有被谈论过，所以他永远是说谁是最好的，然后找上来我们找了一个比他更好的，比他更好的，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求新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今天所以我们都是相信这个求新的是建立在一个假设，我们相信未来永远比今天好，但是未来真的是永远比今天好吗？我们想象我们这分钟是在一个互联网 AI 在高速发达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是不是相当于公元4世纪的罗马呢？这个城市马上就要烧了，虽然今天在美国的人比我们体会要更深刻，我们可能真是这么搞下去，紧跟着4世纪的罗马之后，我们马上就是1000年的黑暗。所以当今天遇到这个新冠之后，所有的不确定性全部来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候是我们要重新检讨当代艺术价值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没有被仔细检讨过的。那么再举个例子，回到一个很运营的层面上面来说的话，那比如为什么像我们 M+ 这样的美术馆在未来几年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有藏品。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美术馆是没藏品的，没有藏品就没有 program， 就没有项目做。你知道这几年的你会意味着24个月你没有新的项目进来。那我们可以是把藏品重新拿出来展览。那么对于当代美术馆来说的话，这些藏品重新拿出来展览的时候，它怎么样面对我们这个充满了不安、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当代艺术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这张信用卡要算账的时候，我说的结算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讲到我们对未来的一种好的期盼。这种期盼基于我们现在的一些科学的文化的基础。我是一直很崇拜科学家啊，因为科学读得不好，然后突然发现他们其实不太可靠的，就是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候会束手无策。其实我们发现人类他很可怜，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的时候，根本就是无所适从，使这么多人不去说都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啊。那么你讲到这个美术馆它的这种 sustainability，
它的这种持续性，M 加的持续性，它可能基于它现有的一些收藏，这个当然是跟你们最初的一些美术馆建立时候的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就当初的这种 strategy， 我们老早就知道这个M 加是先收藏再建楼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当然你现在有了这些收藏之后，其实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面，我们不仅仅是仅仅限于去放老电影，同样要去讲新故事，那这个里边还是有挑战的，就是东西只有这一点，当然我们可以反复的去挖掘，去重新组合，去讲一些新的故事。那么这个里边在这样的一个很不确定的未来里面，你的想象是什么样的？我的想象就是，我到这个上面，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们两人确实，我现在开始变得很悲观了。我就觉得当代艺术其实在90年代以来，它的这种政治的言说方式和策略方式，在今天都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那个名古行人那句话写的特别好，他说这个，他认为整个结构主义是和60年代的这个五月这种学生运动、平均运动全部在一起的。但是当九十年代整个按照福山说的这个人类文明的就是这种政治的终结和这种全球化真正开始之后，他觉得结构主义的政治性就没有了，它纯粹变成了一种修辞上的东西。我还是蛮同意他的这个情况。那当丙谷说这个时候，他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互联网。就互联网它带来了我们的这种言说的这个方式，就当代艺术它是一个很平等的言说的方式，它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方面我们相信这一点，另一方面商业要制造出艺术的精英来，这样它才资本才能够来运作，然后美术馆才能来以及行业才能在上面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方式带来了我们整个言说方式，我们的政治的言说方式的变化。就是说我们传统，比如举几个例子，我们说传统的媒体它是左派右派，有报纸，华尔街时报、纽约时报，我们知道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包括人民日报，我们知道这几个报纸的立场是完全都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新闻到他们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它就那我们整个新闻的场域它成为一个交锋的过程。但现在互联网之后，它想把这种传统媒体的这种精英性彻底给抹掉了，所以所有的一个政治事件出来之后，它是直接不经过报纸，它是直接就到了每个受众这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它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互联网它确实是大家两端的观点都还存在，但这些观点就完全没有了交战的场所。特别像什么今日头条这种，它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大数据算出来你的趣味来推给你这个新闻。所以在这个程度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政治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那么全球的政治的民粹化，我们包括印度啊、土耳其啊、美国啊、匈牙利啊、意大利啊，这都跟互联网和这个剑桥数据分析，就互联网是可以操控这个民主的模式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再来看，还有一点就是传统媒体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前是传统媒体是更有理的人，他的声量是更大的。当这个互联网它彻底打开之后，是谁的声量最大，谁就更有理。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都造成了我们今天政治很民粹化。那么这种传统的这种，就是互联网它已经把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这种可能彻底的给，我感觉是推到了一个极限上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艺术家的政治言说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来说一下方这个事。方方是个非常好的作家，我们武汉人，我也很喜欢他。但是他的方方日记确实是让我觉得很可笑，就是说他是完全是一个依据互联网的新闻来做出的一个判断，然后形成了他的一些东西。我想这个特别像今天很多当代艺术家他的
一种政治的言说的方式，就它不是从生活中来，不是从社会中来，它是依据于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然后要求你很快，而且互联网的新闻可怕是，它是只有，它要求你会特别快的去反应它，而且互联网总是一个新闻出来之后，马上就要你去反应，所以这些新闻它往往是有十倍的这种真实感和十分之一的这种真实性，但我们就要依赖这种我们自以为是的这种真实感和这种很微小的这种真实性去判断，所以很多艺术家在今天他的作品都逐渐成为了一个标签式的一个表态，他涉及不到这种艺术里这种政治里面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艺术的整个政治的言说方式今天都要发生改变。你讲到芳芳，其实芳芳这个事件前个阶段也炒这个说的沸沸扬扬啊，我的整个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论，其实他不过是个作家，不过是写了日记，有人说他这个有没有事实依据才会去写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他如果说是一个日记的话，或者讲是一个艺术家自己的创作的话，他没有理由要去求证吧，他不是一个官方的代表，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要去纠正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写的好与不好还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日记既然是日记的话很私密的不应该公开，哎，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传统吗，以前雷锋叔叔都公开的，做这些好事都让大家知道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循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是想就是说芳芳这个事情，就是我不评判它好和坏，实际上我是它可以看出今天的艺术家去面对这种激烈变化的政治现实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如果不超越这个局限性我们是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你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政治上越激进的时候，它往往会把艺术推向一个越保守的地方。那么我们看30年代的左翼文人，延安的木刻，延安的解放区的文艺，当时的那些风格不可谓，就是这个他们的政治上是很前卫的，他们人也是很真诚的，但这种激进政治最后恰恰是把艺术推向了一个很保守的地方，不允许你发出，就是这种不允许你有一些很激进的语言的实验。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这个全球从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你们觉得整个艺术完全被一种政治的光谱给绑架了。我们看到古根海姆的这个不让展动物的问题，惠特尼双年展关于这个黑人的这个开关这张画的问题，美术馆的去殖民化的问题，包括各个城市把这个雕像给拉下来的问题。我觉得就这种激进政治绑架艺术，把艺术推向，把艺术的语言实践和政治言说把它变得简单化，把它推向一个极其保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很警惕的。包括无论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样，你如果说要我来说芳芳的就那个书，我们不谈它的真实性，就是bad writing， 就是它写的很糟糕，你要是真正是喜爱芳芳的话，那基本非常就是说没有意义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芳芳这些我不去批判它，我觉得这要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强调这种激进政治的过程当中保持艺术语言的前卫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处在这种各种抗争的漩涡中的话。我觉得你讲的这点很重要，就是特别你讲到这个在激进的时代里面艺术变得反而保守了，我不知道保守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估计你讲的意思是指艺术的表达它趋向于一致化了，它没有这种 diversity 了，或者讲它不再百花争鸣了，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它在政治的感觉里面制造很精微很精细的很 subtle 的这种差异，艺术的核心就是要制造这种很 subtle 的差异，但激进政治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同流，我不能说同流合污啊，
这个就同流了嘛，就是都去向同一个方向，你不能够或者讲所谓的激进也是同一个方向的激进，它没有任何的一个 alternative， 这个是对于艺术来讲是致命的。我们回到你刚才讲到这个这些清算的问题，清算当代艺术，然后你讲到这个在艺术机构或者讲美术馆，它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它的一个应对政策是怎么样的，或者讲你悲观的看到这个似乎已经这个 overdraft too much 了，就是透支太厉害了，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了，这个是值得让我们停一停，马上要做反思的一个事情。而我们现在的对谈恐怕就是来汲取这些思考的一个有效方式。那么另外一点，从艺术家的生产来讲，艺术家的思考，艺术家的这种他的表达，他还是需要找到一种出路的。那么这种出路，当这个美术馆教堂式的美术馆，这些殿堂不再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是不是当代艺术就像我们以前一直在讲的这个人人都是艺术家，或者讲当代艺术恰恰找到了一个契机可以步入民间？是，就是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在一个当代美术馆，我说当代美术馆它特别像一个教堂，一个我们对未来崇拜的一个教堂。我刚才讲过，我们永远要看到艺术家的那些圣迹和圣行，我们相信艺术家是给我们提前感觉到了艺术意志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要看到美术馆最近，特别是以美国的这些美术馆为例了，像我们今天重构历史变得特别华而不实，而且很危险。你想想，在美国最就让我们觉得忧喜参半的一个体制，就是这些超级画廊，通常在推广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把价格炒得高高的，然后逼着这些藏家捐一张作品到美术馆去，然后你才有资格去买另外一张画。所以美术馆的这种东西，这个是美国的美术馆不是政府的钱，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就是美国西海岸特别恶劣的一个情况，然后介绍多少美术馆就这种历史就这样被 eroding 了。我想那我说忧喜，但有时候确实也有挺好的艺术家有人捐我们买。那么这个角度就是说，美术馆在过去从70年代有了所谓的60年代有了当代美术馆，它成为了一个教堂，成为了一个拜物教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去崇拜一个圣迹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这个藏品彻底要拿出来展览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它到底是不是圣迹，能不能治好我们这个时代的病，这个是一个要结算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方面，从美术馆来说，从 financial 的角度来说的话，很多美术馆预测我们要回到，我刚才讲过，回到2019年底观看博物馆和运营的方式需要4年到5年的时间，都会把它的藏品要拿出来展览，当下的这些展览全部要延后。你可以甚至包括我们谈到像威尼斯整个延了有一年，还有很多双展都往后面延，就意味着很多艺术家他会在未来5-6年里面缺少展览的机会，甚至缺乏这种支持他们创作的这样的一些能量。所以当然线上是一个方式，但我觉得更可怕更有意思，他会逼着这些艺术家，逼着我们走向现实，走向民间，走向美术馆的户外。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未来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对，美术馆的户外是一个我直接能够想到的一些方式，就包括之前做的一些展览也是会用到一些非体制内空间，非艺术空间来做作品，比如说这个户外，比如说这个自然景观的地方，比如说餐厅，比如说医院，或者甚至监狱。那么在这些场合里边，它其实是让艺术真正的跟日常遭遇肉搏，让别人能够经历到艺术，而不是去一个美术馆去瞻仰观看观摩艺术。
那么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是比较乐观的去思考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当美术馆这个运作不下去了，或者讲美术馆的人流大量的减少的情况下面，艺术如何发生，或者讲艺术如何继续它的这种思考，或者有的艺术家说好了我不画画了，我这两天也特别想写诗歌，那么就写点诗歌吧，这当然也是一种渠道。所以说在整个创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它的 dissemination 的这些渠道方面都会因着这些疫情的到来而有所调整和改变。我觉得就是艺术它真的是可能要重新回到真实空间里面去，回到街头，回到户外，回到生活中，而且这种艺术的陈列方式就是它的传播方式也都会。这个让我们就是看到有一些发生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艺术作品哈，我们经常在10年前、20年前还讨论过，或者讲一直在说这个公共艺术的问题。我觉得公共艺术，到现在来讲，公共艺术绝对不是在广场上面立一个纪念碑的艺术啊，这个已经不是特别当下的一个探讨了。公共艺术它是把艺术直接还给日常，或者讲任它在日常当中发生。那这一点上，我们以前也经历过一些展览，它有一些有意思的项目，如何在生活当中自然发生的，跟这个观众能够突然觉得哎这个东西怪怪的，你不是在阅读艺术，而是在经历当代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在展览策划的方略上面也应该有所调整。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就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它有一造成了另外一种可能，就另外一种挑战。因为工业化以来最大的这种延续式就是全球化，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互通有无，互相能够理解，能够互惠。那么互联网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全球化，但是呢，互联网最后它又阻碍了全球化的一个发展，因为人类发现，在互联网的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每个人的感觉是各异的，我们每个人之间是很难交流的。这个你看到每一次这样的一些运动，都是彻底的把家庭、把政治全部都分裂的。就这种政治观点的人，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来谈政治。所以而且所以说，这种互联网它带来这种人的这种更难以的这样的一种交流和难以被说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确实给我们网络，给我们的这种艺术创作和艺术的这些言说和表达，带来了特别大的挑战。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在说互联网，说这个中美脱钩，我们感觉这个互联网在也制造一种新冷战。但我觉得未来我们确实是成为会有一个新冷战，但这个冷战不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冷战，这个冷战是人和人之间的冷战，就是说战争的一端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另一端也是这个社会中的所有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艺术我们所谓的公共性它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个公共性的可能，这个倒是我觉得也是蛮丧的一个对，这个你讲到的全球化，说互联网既是它的促使者，又是它的毁灭者，这一点也很有意思。这个也让我想起了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碎片式的新闻，或者讲大数据这个时代里边新闻的推送的方式啊，没有。我觉得头条新闻是个特别罪恶的东西，新闻的方式彻底的改。我现在拒绝看头条新闻里面任何新闻。还有一种方法去看这个东西，就回到我刚才讲到的黑板报的例子啊，大家在黑板报面前看新闻，互相之间还看，还讨论。那么现在黑板报它是一个公共澡堂子，这个澡堂子给拆除了，这个时候互联网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特别猥琐的一个 shower 里边看新闻。
这个时候我们发声匿名或者不匿名，让我们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些言论或者讲这些评论都变成了一个特别没有章法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不知道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就在我们眼前，马上就到了。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老是互联网老有一个假象，就感觉我们人类所有交往的障碍都没有了，我们个体的交流越来越多，但像这种个体的交流其实是很低效的，很无序。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每个人都能够对70亿人说话，但是不是每个人真的有对70亿人说话的资格呢？迪迪问你的，谢谢你的分享。你似乎对互联网和大众文化表达持悲观态度。从艺术家和策展人角度，如何处理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我对互联网，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模式。但我们人类今天必须要有一种新的，要么我们找到一种适应这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政治言说方式，要么我们产生一种新的技术。我觉得技术什么时候到来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探讨一种面对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言说方式。我想这还是很迫切的问题。你要看到全球政治现在都在民粹化，相反只有像英国、法国、德国这种稍微民主程度高一点的，就民主历史长一点的，但互联网会加大这样的一个可能。但你谈到的这种精英主义和平民民主之间的关系，我想延伸一下，就是这个恰恰是我们在美术馆里面，当代美术馆里面面临的一个二律的背反。当代美术馆博物馆树立是我们相信艺术和文化是可以启蒙的，我们希望把艺术和文化平等的传达给每一个这个社会的公众里面去。但另外一方面，美术馆在相信这种平民主义的时候，我们的艺术世界却相信的是精英主义。我们相信精英主义是能够艺术家是艺术里面的先知，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了这种精英主义，画廊、博览会、拍卖公司就能赚钱了，然后美术馆收藏家就能把作品捐给美术馆，他的作品也能升值了。所以我对这种收藏家的权利过大，各个美术馆做藏品展。我有一个巨大的，就是个人的藏品展在这，我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东西是当代美术馆 DNA 里边的东西，这是一个二律背反。那么你问我可能性在什么地方，那我觉得可能性在于我们要打破对于当代艺术的拜物教，我们要把所有的视觉产品平等的来研究。所以我们现在 MPLUS 我们是研究的视觉文化，我们是 visual culture， we are not, 我们不是一个视觉艺术博物馆，我们把建筑设计、电子游戏、服装和视觉产品在一起，我想这个是一种可能性嘛。有一个同学问，作为当代人对下一个时代阶段的艺术形式是如何思考或预判的？这个，我们不是算命的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其实你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有一种预判，我从策展的角度来讲，就是艺术走向民间，走向日常了。这个也是跟我2018年、2019年做的泰国双年展，全都是户外，全都在村里面做，工作，做这个实践，做布展，都是让我联想起这个时间。我们不需要美术馆，这个时候不需要美术馆的时候，突然觉得一下子解放了，也蛮有意思的，但是也形成了很多难处啊，就是因为这个展览是文化部投资的，那么所有的钱来自taxpayer， 那么作品不能被销毁啊，或者讲不能又无法收藏，因为你
他没有更多的资金去买这个作品，他只不过是提供了制作费。当然这个是在当地的文化政治背景下碰到的一些难处。当我们这个美术馆运转得到他这个不像以前这样自如的时候，或者讲 social distancing still in place 的时候 in the near future,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代艺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生长的契机。其实当代艺术它往往是在夹缝里面生长才更加有滋有味的。我同意，对，我们真的 不是算命，就是一个大家我们共同工作的结果或者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很高兴能够得到你很多的一些很新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些看法一定是对于我们将来的哪怕在疫情间或者疫情后啊 ，post COVID-19，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总结和思考。谢谢。谢，好，拜拜。好，再见，再见，拜拜。